嗨，我是林琼。顾名思义，我很穷。但今天我要来告诉你们，我是如何让自己变万众瞩目的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先来睡一下。歌唱比赛哎，可是要180。好贵，算了。是歌唱比赛，奖金有1500哎。真的有1500哎，只是这个字也太小了吧。好，决定了，我一定要花这180来赚这1500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180块可以借我啊？林琼来了 ！Oh my god， 超臭，到底什么味道啊？哎呦，这浓的穷酸味啊！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有没有180块可以借我？你觉得我会借你吗 ？So cool！ 走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要消毒，太臭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180块可以借我？谢谢。怎么办？我如果现在把这50块钱花掉，我不就没有钱可以比红沙缸了吗？算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就跟那谈微博。好累哦，在学校打工，一个小时才10块钱。没关系，已经赚到170了，差最后一小时了，加油！就看那摊位吧。现在几点了？9点。等等。9点，今天是红沙刚出生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可以开始。哦，好。我要一只。哇，当巨星的感觉真好。巨星啊巨星，我们爱你，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。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终于，我现在已经是巨星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叫林琼，我叫林富，哈哈。巨星啊巨星，我们支持你，支持你做的所有。